您好，请问需要打扫吗？什么？我回不去，我在景区呢，一个破旅馆里，
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住这么个地方。你们那边事儿自己搞定吧。什么？老子坐着就放款的，还不了，还不了就让他没好日子过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用心办事。我养你们，不是让你们天天闲逛的。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，还以为带我出来玩，结果就住这么个破地儿。老婆，打住。挺好的嘛，好什么好？你看看这床，啊，再看看这墙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再看看这卫生间，啊，这是人住的吗？啊？我说李伟，你就是再抠门，也不至于抠门到这种地步吧？啊？老婆，老婆。凑合凑合啊，凑合凑合吧。你看这附近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，不就剩下这么一个地儿了吗？我就不应该来，这有什么好？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好端端的，干嘛非要来这么个鬼地方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说话我都懒得和你吵。我现在就要休息休息，你马上，你马上，现在就给我出去游山玩水，走啊！老婆，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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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客人，可是这几天生意突然好起来了，来了好几位。可是这几个客人很奇怪啊，有位大叔天天关着门不出来，还有一对夫妻天天吵，还有
奇怪，怎么回事？你好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奇怪。喂，老婆，干嘛？哎呀，是我不对，你就别生气了啊。我没生气。哎呀，老婆，这不是事出有因吗？有什么原因？咱们家又不缺那点钱，你至于抠门成这样？老婆，真的不是我抠门。喂，喂。谁在那？
我在这边呢。哎，这次我不来不行啊。你，喂，喂，怎么断了？奇怪啊，您好，您没什么事儿吧？你好，您没事吧？
谁？雨季风。哎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放过我！啊！什么钱？你说什么？卖房子的钱啊！你们不是说盯着他去银行给我打钱吗？什么房子？什么汇款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
我明白了，你们串通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骗我的房子。立伟，你可是他亲舅舅呀，那房子是用来救红红的呀。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你放开我！立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房子还给我吧。 我求求你，放开我！求求你，放开我！你把房子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别再缠着我们。快走！李伟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我求求你们，别走！我求求你们，放手！你放手！我求求你了，不要！我告诉你啊。 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可没有钱，养不起你们一二三张嘴。大姐，你看，虽然你们家男人是没有了，可不是还有套房子吗？倒不如呀，卖了它，多少换些钱来，也不用这么天天来我们家呀。妹子，你瞧你这话说的。 要是卖了，我们家三口住哪呀？看什么看？不服气啊？不服气，自己赚钱养家呀？妈，咱们走，不要理他。小孩子挺有骨气的。王霞。 别生气，孩子小，不懂事儿。妈，走啊！走啊！什么东西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孩子，你的外甥女，杨红。眼睛，我的眼睛吗？你不知道吗？ 当年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我和弟弟靠着母亲微薄的收入，我为了帮母亲找了一份工作，可是发生了意外。红妈，你怎么还干活了？怎么了？红出事了，被炸伤了。啊，真的！那年我每天放学以后，都会去一家地下的鞭炮作坊工作。有一次。 发生了爆炸，我的眼睛受伤了，而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更换眼角膜。借钱？咱们家可没有啊。当我妈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法我这也没钱，就是找你们借。你看，给我，干什么呀？想换？
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可真没钱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想个办法。前阵子不是有个人要买你家房子吗？要不我再帮你联系联系。好，你放心吧，就这么定了。有人要买我姐的房子。喂，金泉，哎，是我，王霞。你们就趁他急需要钱，而且知道他根本不懂买卖房子的过程，所以当他把房子过户以后，根本拿不到钱。后来他找了金泉以后，才知道你们是串通好的，就是为了骗他的房子。再后来，我的眼睛没有治好，房子也被你们骗走了，而我妈她……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江警官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是9104，住着一对夫妻，丈夫叫李伟，发现的时候已经疯了。他的妻子叫王霞，在9203发现，发现的时候也疯了。放过我！啊！9203的原住户是金泉，金泉发现的时候也疯了。我们查了住宿登记，9103住着一个女子，没有写名字，但人现在根本找不到，所以我们初步断定是有人把他们约到了这里，把他们逼疯的。这个房间20年前有一个女子在这上吊自杀了，这两个案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。就这个房间，你先看一下，我去下那边。好。这些客人很奇怪啊，有一位大叔天天关着门不出来，还有一对夫妻天天吵。还有就是你了姐，
妈，我们来了。风吹散爱的迷雾，忽然间看得清楚，我无谓的付出，你却还不满足，把我的真心亵渎。雨打湿我的脚步，为什么